今天呢袁老师给大家上一堂叫做观察课，老师带了三张我们袁老师、管老师和肖斌老师的照片，三位老师中谁长得最好看呀？我，他长得对头，他像蛇的屁股呀。什么地方像蛇的屁股？肖斌老师，这个黑的眼睛像蛇的屁股啊！哎呀，我和管乐老师谁比较帅？我，他俩。都管乐。你俩。啊，我们俩都好看哈。你看，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孩子是不会说谎的，对不对，肖斌？